Q 弹面条加上花椒、素蚝油调味粉提味，泡菜分量不手软，在锅里翻炒。韩式火星炒泡面加上水波蛋、七味粉点缀，小小分量不到百元，一天能卖超过50份，占营业额一半，靠的是里面的配角泡菜。我喜欢这种不会很酸的泡菜，而且是脆的，然后是入味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吃。我不太敢吃那种很酸然后又很辣的那种泡菜，可是它是那种很好吃，然后你会想一直吃一直吃的那一种泡菜。8年级生老板自学自腌，酸辣度适中是基本，不起眼的泡菜夯到开设生产线特别制作，还打算进攻量贩店上架开卖。因为我们有时候的量不一定，那有时候就很快就卖完，那泡菜他们会因为没有点到而就其他都不点，反而都是为了火星炒面而点的。摊位临近夜市，除了靠异国风味炒泡面吸引观光客，提味必备的泡菜让口感多了层次，也意外从配菜跃升晋级变成主角。三新闻甘海人黄静曾家轩台北报道。